大家好，我是日日。众所周知，我是个许太太。众所周知，恋与诗的设定呢，它其实是在上海。又众所周知，恋与跟上海的一个咖啡馆合作了。那么作为一个合格的太太，今天呢我就要出发去上海，然后我要去恋与的合作咖啡馆体验一下。然后今天是星期天，因为他那边周末是很难预定到位置的，所以我预约了周一的位置。然后我要今天提前去上海，明天呢就可以去吃到我先生亲手做的爱心午餐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嗨，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逛逛街，然后待会晚上的时候要去吃蚊子烧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人民广场，我脸好大。啊，我们买了两张刮刮乐。他来了，今天不宜抽卡，就差一个。你看下回像他老婆了，你觉得人家忙的变成两，你的话飘人家讲了呀，他这个老婆两个都没有。然后不好听，我怎么不好听？老婆死人。正面嗨，因为他那个头墙上的豆会动的。嘿嘿，走，我们去看那个墙。爱是一道光，遇到你发慌。星巴克的沙拉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。段木带我去了美特斯邦威，给我买了好多衣服。我站在镜子前，都不知道镜子里的那个人是谁。你是魔鬼。玉好烧的地方了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玉好烧，还点了一个拼盘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饭。
边上那个孤零零的香菇是怎么回事？然后我现在呢已经回宾馆了。刚才呢就是去看了一个电影，然后现在对今天早点休息吧。明天因为我预约的那个位置是中午的，所以我们要稍微早一点起床才行啊。晚安哈，我们到了，到了。我可以给你拍，你要拍吗？啊、真好，来吧，你过去，我给你拍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天堂吗？我这边还有一个专门就是美食日记，还有我老公。我的李总，朋友的李总套餐。不是特别难吃吧，但也不是特别好吃。感觉你的牙都要掉了。真的是牛排比较好吃一点。
个饭，味道一言难尽。我想尝尝。来，我给你来一勺有肉的，是咖喱。你的表情，卤牛肉是黑椒的，黑椒也不是这个味儿啊。我都已经吃过了，还缺了个角，被我不小心被刚才被我咬了一口，为了确认它能不能吃。是我朋友的老李的布丁，他已经吃完了，好 Q 弹哦，短短短短短，好硬，口子老李。那我在吃谁？他们点了肉肉背后看着我好吃，我好像没看到有人点白吃。王夫人的那个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，我酸了，你要原谅他，我还要原谅他，有点像，主要是我还吃完了，你们看，我吃完了，吃得很干净。嗨，吃完出来了，也不是说特别难吃，李总的好好吃。对，李总果然是个，就是也不是说很难吃吧，跟想象中有点差距。我本来以为会是咖喱饭，结果是个黑椒饭，然后就是，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吃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，家里中心，对，要去家里中心，就是去，因为我车票比较晚，我买了7:30的，现在才2点不到，我们打算再去逛一逛。然后他这边的套餐量不是特别多，他这边的套餐量还挺小的，我们要再去吃一顿。然后我们刚刚逛了会儿街，然后现在呢就是找了一家吃饭的地方。哎，不对，我现在这个模式不对，有点奇怪。然后就是，就刚才去超市买了点东西，还买给我的猫买了点进口小零食。哦，刚才路边的那个猫猫我应该录下来的，很可爱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吃这个，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在这在吃，味道还可以，这挺网红的。嗯，对，它是这样，超级小一个，看那么小的菠萝，就是这个，我们两个人吃，我感觉够呛啊。上面是这个，羊蝎子，然后下面是牛蛙，超大一个，超大一个。味道还可以，挺好吃的。还好我们来的早，待会晚一点估计就要排队了。羊蝎子就是羊，就是脊椎那一根，这种中间那个骨髓超级好吃，是精华。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，是那个会长高的，结果没有长高。不过确实挺苦的。